我之前长了一个东西，而且长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。本来我不想理它，可是越长越大，越来越痛，我又无法回国看医生，只好选择在台湾动手术。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't,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. 我是来自新西伯利亚的菲菲。2019年，我来台湾念华语硕士。本来以为我要回去教中文，但是来台湾2年后，才发现我根本没有想要回俄国。在没有家人的陪伴之下，我快速地从女孩变成女人。我很喜欢这样独立的自己。在台湾，大家习以为常的便利，真的让我离不开这里。前天跟我外婆视讯，她也对随处可见的公园板凳和免费的公厕赞叹不已。她说，在老家附近，只有随处可见的狗屎和要收钱的厕所。这几年我在台湾专心念书，没想到不久之前身体长了一颗不好的东西，因为长的地方很尴尬。所以我先不理他，结果他还给我生小孩，变好几颗。台湾医生建议直接开刀，因为第一次在台湾动手术，也没有家人和朋友陪我去。在手术台上，我孤单的被半身麻醉，结果开刀的女医师还叫她的好几个男女学生一起来看，还给我拍照。我惊讶他们竟然就这样看免费的，开玩笑的。其实我又难过，又痛苦，超级尴尬。在俄国，我以前也开过刀，最大的差别是台湾快、方便、服务好、费用合理、开药简单，跟俄国刚好相反。对于一个学生来讲，台湾健保真的救了我，这一点也不夸张。我外婆那天跟我说，她想亲眼看看台湾，但因为年纪、健康和疫情，这个愿望可能很难实现。但我还是希望有这么一天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说，有问题赶快解决，不然问题就会解决你。